11月澳洲所有首府城市楼价均录得升幅，加上央行减息至 0.1 厘，历史低位，创造入市最佳时机。 Ray Way 再推全城热卖2020年全悉尼最大住宅发展项目，悉尼直谷 Macquarie Park 年度大盘 Midtown， 震撼入场价低至48万澳币起，首期只需一成，由27万港币起，可享三年租金保障计划。新南威尔斯州政府联同国际发展商 Frasers Property 巨献，携手打造超级城镇式屋苑计划，媲美香港太古城。屋苑面积多达 8.2 公顷，相等于8个标准足球场大，集齐住宅、零售、餐厅、全新学校、托儿中心、护老院，多元化康乐设施于一身。屋苑共推出3300间全新公寓，将分阶段落成，间隔由开放式至三房户不等，第一期瞩目登场。位处 Macquarie Park 的中心地段，专才聚居， Macquarie 大学、 Macquarie 购物中心、火车站以及科技园信步之遥， Microsoft、 甲骨文、 Panasonic、 Sony 等世界八强科技公司总部的所在地。实力派发展商 Frasers Property 成立于1924年，经常投得与政府合作的机会，独具慧眼，震撼底价，首期只需27万港币起，本年度全悉尼最瞩目新盘隆重登场。到时我们会做足防御措施，等你睇得安心。